二喜啊，二喜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朕不睡了，更衣。是。 此曲好像在哪听过。皇上，之前有个宫女用茶杯盛着多少壶的茶，敲击出的音律应该就是此曲。就是这首曲子，此刻用琵琶弹奏又有不同的感觉。嗯，过去看看。是。 奴婢奉方上遗之命，把曲子记录下来，用不同的方式演奏，为朕一夜生惊扰到皇上。奴婢罪该万死。哎，没关系，是朕睡不着，在园中散步，忽然被你的乐声所吸引，走过来听听罢了。哎，朕曾经传召过你做御前表演，你是？奴婢少春华，是乐工局的乐工。春华，来，再为朕演奏一曲。 皇上昨夜在何处留宿？皇上一连五天都在自己寝宫安歇。那睡得可好？这个什么？皇上头两天噩梦连连，曾到贵妃宫外观望。可是看到贵妃宫中灯火熄灭，便到御园散步。有些时候彻夜难眠，但近日有所好转。哦，如何好转？ 皇上偶然遇到曾经为皇上和贵妃奏乐的女乐工在弹奏琵琶，皇上听过她的演奏以后，心情就变得十分平和，回宫不久便一觉睡到天明。哦，有这回事？是的，所以皇上连续数晚都到宫墙附近听着女乐工奏乐。那皇上除了听乐曲之外，还有其他什么吗？没有，只是问了一些音律方面的事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 那个乐工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春华。春华，七巧，啊。
调阅公局传召此人，让他来为本宫奏乐。是，奴婢马上去。贵妃传召你到宫中奏乐，你赶快去吧。是，我马上去。中华，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。那你小心点。公局少春华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你曾经为本宫用茶杯奏过乐是吗？是娘娘。抬起头来。听说皇上每晚都去听你奏乐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那皇上听的是什么乐曲？奴婢为皇上弹了许多的小曲，不过皇上最喜欢的还是奴婢用茶杯弹奏出来的小曲。好，你就再为本宫弹奏一次吧。是娘娘。此座。谢娘娘。看来这个丫头全无心机，所有心思都专注在乐曲之上。她并没有借机挑逗皇上，也许皇上连日找她奏乐也只是欣赏她的才艺，并无其他。果然弹得一手好琵琶。映月，打赏。是。谢娘娘赏赐。谢娘娘。你退下吧。赏给他的东西，太用来赏人啊！自从皇上临幸了和宸妃，周太后派人送来了不少贺礼，这个玉佩算得了什么？那你们当奴婢的，一定也有不少好处吧？那还用说？何淑女册立为妃以后，宫中的皇亲国戚送来了不少贺礼，把整个阁楼堆得满满的。我们为她做事，她一高兴，便把东西赏给我们了。哎呀，你们就好了。难为我在这边待了好几个月了，蜜饯也没赏到一片。谁叫你没跟到一个好主子，认命吧，我先走了。少淑女，少淑女，刚才我叫你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叫我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？
这店里要茶没茶，要水没水，你还问我什么事？赵淑女，这么大的一个店，就我一双手，我怎么忙得过来呢？哎，少淑女，不如你去向前太后禀告，让她请上公局多派几个人过来吧。你去哪儿？你不是说没茶没水吗？我不去拿，你哪有的喝呢？心里，你也明白我的处境，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谁叫我自己不争气。别这么想，不论外表武艺，你都比他们要好很多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泄气了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成王败寇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。你别这么想，我看你好久都没练武了，要不明天我跟韩香到饮霞殿找你，陪你一起练武。不用了，跳给谁看，跳得再好也没用。不管皇上封不封你为妃，但是跳舞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，其他就别想了。可是一言为定，我跟韩香明天一定去找你。啊，我还要回月宫局复命，不能在此久留，你也早点回去，如果有人看到了你一个人在这儿，会被人说闲话的。嗯，我走了啊。琵琶呢？别夸我了，我只是跳了支普通的舞蹈，反弹琵琶罢了。是真的，我刚才呀只顾着看，还有两节节拍没跟上呢。青姿，以后每隔两天我们便来陪你练舞。太麻烦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们当乐工的，平日演奏呢都是诚惶诚恐的，哪会像今天啊，跟不上就跟不上。是啊，现在我们是麻烦你，想用你的名义把我们救出月宫局，可以在这里跳舞练曲，又可以吃吃喝喝。哎，说好了，明日啊我就叫小安子去买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来。对呀，叫小安子弄些好吃的过来。嗯。
谢谢你们能过来陪我跳舞。不许说谢谢。对呀，好姐妹哪里需要说谢谢的呀，不许说了啊。贵妃娘娘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爱妃何以深夜到此？皇上又何以深夜到此？皇上睡不安宁，难道臣妾就可以安睡到天明吗？既然大家都不好过，为何要为难朕？臣妾并非为难皇上，但是臣妾的心情皇上又怎能明白？臣妾刚失去皇儿，现在连夫君也要被人分一半。朕知你心中难过，可是你闭门不见，就算朕要安慰你也无从做起。那只是臣妾一时之气，其实每次把皇上拒之门外，臣妾心中的苦楚难以言语。别难过了。二姐在。拜驾贵妃宫中。皇上起驾。皇上已经在万贵妃宫中留宿多日，岂有此理！一个如花美眷还不如万贞儿这个妖妇。哎呀，这皇儿真是太糊涂了。太后息怒，奴婢有一事相告。说。据万贵妃宫中宫女传出，皇上所选的两位宸妃其实是由万贵妃钦点的。岂有此理，竟有这种事！怪不得这两位妃子在众淑女之中不是很突出，原来是受了这个妖妇的摆布。张嬷嬷，你给哀家传令下去，以后每月初一，哀家要在御花园宴请后宫的各位嫔妃和淑女，告知上宫局准备宴会。也告诉那些淑女们，到时候要悉心打扮前来参加宴会，更要通知皇上也一定要出席，要让他知道哀家这样做是为了促进他和各嫔妃的感情。那要不要通知万贵妃？她要是有兴趣出席，哀家也不怕见她呀。这个妖妇，她以为让皇上那几个平庸的嫔妃便可了事，哀家偏偏要让皇上和淑女们频频见面，多做挑选。太后英明。你收到周太后的邀请了吗？收到了。周太后说每个月初一都在御花园宴请各位嫔妃和淑女。嗯，据说周太后非常不满意这次册立的嫔妃，她觉得刘宸妃、何宸妃并不是最好的人选。这次宴会皇上也会参加，周太后是想让皇上选她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青姿啊，你的运气来了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你当然要竭尽全力，为了哀家，为了你义父，要挽回这一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这一句，知道吗？少侍女，休息一会儿，用点茶点吧。放着吧。海棠，嗯，辛苦你了。这是奴婢分内的事儿，怎么敢说辛苦呢？周太后过两天是要设宴，我是有机会见到皇上，那也不代表我就能被立为妃。你不要对我太好了，免得又让你失望了。怎么会呢？前两天刘嬷嬷回到前太后宫中，只剩我一个人伺候淑女，我是觉得有些吃力。如果有什么伺候不周的地方，还请恕你恕罪。没事没事，来吃点点心吧。谢淑女。还有事吗？奴婢知道淑女才貌过人，但是立妃之事有时需要一些运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宫内有太监在宫外认识一位高人，那高人说有一种施过法的符水可以留住想留住的男人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奴婢该死，奴婢只是想助淑女一臂之力，得到皇上宠幸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无论如何你要帮我这个忙。帮忙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的，我一定会帮。你帮我筹集100两银子。100两？你要这么多钱干嘛？该不会是少老爷跟少夫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不是不是，是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啊。周太后召集了后宫淑女，说每逢初一要与皇上一同饮宴。你想添置衣物跟首饰，那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呀。这次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，绝对不能输给其他淑女。青姿，你呀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你越是这样反倒在皇上那里没有办法好好表现自己。再说你要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？海棠跟我说，有个太监在外面认识一个高人，这个高人能炼一种符水，这种符水会令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死心塌地。你想用这个方式让皇上册封你？不管行不行，我都想试一下。春华，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我不想再遭人白眼，我想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你的处境跟难处，不过此事一旦有人揭发你，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罪啊。春华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那个卖符水的太监更不会说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春华，你就帮帮我，帮我这个忙好吗？不，你不能冒这个险。你不帮我，我这不是帮你，这是在害你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怪你。春华，你就念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筹集100两银子给我，其他的事情你就装作不知道，也不用管。我哪有100两？就算有，我也不会借给你，这明明是在害你吗？春华，如果有朝一日我有出头之日，我一定十倍奉还。咱俩有必要说这些吗？我只是觉得这事情不对，我不想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青姿，你耐点性子，以你的才貌，皇上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别说了，你不借
我也不怪你。我就拜托你，不要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哎，青姿，你千万别冒这个险。你不是我，你不知道我在宫中是什么滋味，就当我没来过。盛世才可享受到啊！是啊，托太后的福，托皇上的福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们难得有机会这么齐地坐在一起，更难得的是，皇上得空闲暇，与尔等共享此刻呀。好，好，好！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就先歇歇，一会儿再奏吧啊。你看，今天风和日丽，天气甚佳呀。皇儿，啊，你虽是一国之君，但也是一家之主，理当在这良辰美景之际，和家眷多多相聚。要知道，一家和睦，修身齐家，方可治国平天下。各种道理，皇儿应该明白。儿臣知道，有劳母后费心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来，各位妃子淑女，以茶代酒，敬皇上一杯。以后啊，要好好的伺候皇上啊。祝皇上吉祥如意。这茶不能喝，皇上。皇上，这茶不能喝。这茶里被人加进了符水。孟芷，你说什么？这茶里有人下了符水，正是，带上来。跪下，跪下。你们做了什么？自己说。奴才一时贪心，收了十两银子，在皇上的茶壶里放了少许符水。可是邓公公说这不会有害的，只是会令皇上喜欢某位淑女而已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都怪奴才听信民间术士之说，为了让淑女早日得到皇上宠幸，才做了这件事情。奴才并没有伤害皇上之意啊！大胆奴才，竟敢拿这种东西加诸在皇上身上，说是哪位淑女所做？皇上开恩，奴婢一时无知，听了邓公公的唆使，才买了符水。皇上开恩，太后开恩。大胆小贱人，荒唐至极。皇上，
这件事哀家不予置评，你处置吧，百驾回宫。是，太后起驾。皇上开恩，皇上开恩呐。孟芷，在。宫中容不得做法施咒之人。你自己看着吧。是。你们听到了，这是皇上之命，别怪我。来人，在在，把他们带下去。女的用白绫绞死，男的用乱棍打死。是是，走走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先行告退。怎么说的？太医说我是惊吓过度，他们哪里知道？春华，要不是你及时阻止，今天被绞死的人就是我。你别这么想，幸好你能悬崖勒马。西厂的人闯进来说有人下符水的时候，我都吓得不能动弹了。我生怕出事的人会是你。这个宫中除了你没有人借钱给我，如果我借到钱也会冒险一试的。是方叔你代替了我，他成了这个宫中的冤魂。别这么想，好好养身体，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能想起他从我身边被拉走的样子，我害怕。我知道，这是你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在宫中时间长了，这些事情我会慢慢习惯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太监、宫女都有，具体我也不太。
什么事了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太后设宴，西厂人到场，说有些人想要谋害皇上，结果拉出去杀了。那被杀的人之中有没有月宫？这个不太清楚，不过这西厂的出面调查了，我想一定很多人遭殃啊。太后设宴，女月宫肯定在场，但死的人是谁就不清楚了。跟林大人说，我去趟乐府房。那好，好，好。小姑娘，我刚才在南月宫那儿，听说昨日宴会上出了事情。你跟白姑娘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在后宫之内，要多加小心。是。在宫里真的要小心，你也要特别注意，尤其是你最近，常常被贵妃传召到宫中奏乐，真是伴君如伴虎。我知道，在宫中保护好自己，就是对朋友最好的交代。少姑娘，你也要事事小心。怠慢你，要不我帮你跟李尚宫说一声，换一个人来照顾你。算了吧，你以为我是谁？再派个人来还是一样。跟着我，没有打赏，没有升迁，谁愿意好好待我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对了，我来啊，就是要拿这个川贝粉给你，这个对治疗咳嗽特别好，临睡前多吃一些，会舒服很多，睡得很好。谢谢你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亏是方淑女，而非青姿。如果是她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可能受到牵连。哎，这宫中最忌讳的就是用巫蛊之术，这方淑女也太不懂事了吧？嗯，她是宁王府引荐的人，光是那个汪直啊，就够麻烦的了。太后啊，这样也好。少个香炉，少只鬼，少了个方淑女，我们的青姿就多了一个机会。哎，希望如此吧。少淑女到。参见太后。不必多礼了，谢太后。瞧你病成这样，快坐吧。青姿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清瘦了不少，怎么样，身体如何？
上次在御花园受了惊吓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啊，刚才跟太后商议，太后十日后要请皇上到宫中一聚，到时候要你来跳舞，请皇上欣赏，你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瞧你病成这样，如果不变的话，哀家可以改期，不过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不用了，十天之后青姿应该恢复了。好，青姿啊，到时候你要选一支最好的舞来给皇上表演，你可要记住，就是太后也不能常常为你铺排这样好的机会啊。我知道。怎么会这么急啊？我也没有办法，是义父跟太后安排的。